你们看一下，这这是我要的那个挂耳染。咱就是说，咱这个理发师是谁呢？是烈火军校给我剪头发的那位。他给我漂了以后，他给我下面用了一个比我上半头还要深的颜色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又是员工。应该的。我不付钱了。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在你这里剪头发。我跟他说，我染过棕色了。除了棕色我都可以，红的蓝的黄的紫的，哎，给我染了个棕色。好好好，走了走了，好，拜拜。这小剧场到此为止。